的忙内子与英拥有甜美长相、高挑身材，深受大批粉丝喜爱。他在31日跨年夜，透过个人 IG 分享了一段弹奏古筝的影片，让粉丝们超级惊喜。只见他身穿古装，脸上几乎是素颜，但气色看起来仍相当好，整体造型十分清新。而他弹奏的曲目则是动漫《犬夜叉》第一部剧场版主题曲《穿越时空的思念》。子瑜除了分享古筝影片，也晒出美照，为粉丝们送上新年祝福，让万斯开心直呼这真的是2024年开年最棒的新年礼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段影片竟然是由陶晶莹和女儿豆豆拍摄的，可见双方的交情真的很不错呢。